宝宝节要送什么东西，很多人都很困扰。现在有蛋糕业者呢，就特别推出了父亲节的设计蛋糕，因为外形呢就很符合老爸的形象，加上好吃好看，又可以表达孝心，一个蛋糕是满足老爸的三个愿望。父亲节快要到了，是要送套精致的西装来表示孝心呢，还是送给爸爸一只高贵的名表，亦或是老爸比较不重视外形，那没关系，送两罐高山茶叶好了。这三样做的惟妙惟肖的礼物，其实都是蛋糕。这整个表都可以吃吗？对，整个表都可以吃。所有看得到的，不管是做工精细的手表，还是用巧克力做成的西装，亦或是用糯米纸做成的茶叶罐，全部都可以吃下肚。这可是业者专门为父亲节设计的蛋糕，一推出订单就大爆满，甚至有些顾客还要等到父亲节之后才收得到。很忙，哎，像今天的话就超过六七百个，先已经接到8月9号以后还要再订。业者发挥巧思，做出这一个个外形精致、颜色鲜艳的蛋糕来抢攻父亲节的商机，效果十足，加上价格又不贵，果然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睐。